也是替兄弟姊妹交早平安，搁一摆咱真欢喜来到上帝殿中，咱来敬拜伊，咱来阿罗伊，好无？咱啊，即阵来徛立，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来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徛立，阿弥陀佛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阮阿罗哩。清早的时阵，咱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搁一摆保庇来遮盖，来洁净阮人。阮人清早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阮人要来称颂，要来阿罗哩。主啊，感谢我阿罗哩。主啊，将今仔日的主会从头到尾完全交托予你，求圣灵你大大的来充满、触摸每一个人，予人听着的心内面感动。主啊，你圣灵行起来运行伫咱当中，温哥，主啊，感谢我阿罗哩，一个无属于你的灵的，我奉主耶稣的名，该退去离开，退去离开这圣殿。主啊，感谢我阿罗哩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，阿门。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，我活的时阵。要歌颂我的神，阿门。好不好？咱来过一摆来听。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替我心，感谢感谢耶稣。我来阿罗哩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的恩典无离开我人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阿罗哩。真叫我你
未来。是我的最爱，哈利路亚。
将一切荣耀、颂赞，拢归乎你。主啊，求你欢喜来接纳。咱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敬拜好了，咱这顿来吃者，咱这顿来收奉献，咱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预备上帝，我们今次来感谢，来阿罗哩。主啊，一切你拢赐予咱的，主啊，咱将咱的金钱来献予你，伫咧书伫咧书工上来祝福更加侪人的需要。主啊，感谢我阿罗哩，让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。
Amen. Amen. 感谢敬拜团。咱的奉献会使用三款，一款是背包，一款是机票，另一款是现钱。咱来欢迎新来的朋友无？咱欢迎你啊！咱聚会过后，咱有一个查经班，是 Brother David 来带领，时间是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五分，伫二楼的课室 ，Room Two 啊。每一个拜四，我们有一个祈祷会，那 Zoom 八点到九点，那是有需要的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络，还是跟小牧师联络。教会退休营在这六月十一号到十四号，那做好保留。那是你的 passport 过期了，请你来更新。哦，那你可以安排咱的时间、咱的日子。去几工，咱个家族弟，还是讲咱个人讲啊，我咧有一个执灵会哦。恁大拜六，咱教会有补习班啊，有伊个时间，甲伊个课，伊个课程呢哦。恁过节是十二月二十五号。突破的圣诞，伫咱个毕士大堂，伊是那1983年7月1号伊开始，伊今年是39周年纪念。伊节目伊良心门传道，伊分享伊生命见证。那有即个苏世平兄弟会来分享即诗歌的见证。咱十二月二十四号拜六，咱早上有福建的聚会，九点半开始。咱的礼拜郑素香姐妹，伫这十二月六号安息聚会，今年98岁，好无？咱即阵来阿头来为这家庭来祈祷，阿弥陀佛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来俄罗斯，主啊，这姊妹郑淑香姊妹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主啊，一到最后，伊会明白你，主啊，这一生就是真正好的，会美好的，会祝福，主啊，求你来安慰这家庭的人，求你来。抚摸这家庭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伊孙、伊干阿孙、伊囝，主啊，予伊会能会家庭会看到伊的生命的见证，主啊，将伊人今日下晡、今日早起出兵礼拜，完全交托予汝，求圣灵来锻炼，赐予伊人有一个好的天时。感谢俄罗斯听阮的祈祷。奉主耶稣的名所求的，阿门。咱一顿真正刻薄新的话句，咱就来欢迎咱所熟悉的，王德祥牧师，感谢俄罗斯。感謝主，我八字音幫我啦，因為就要叫他平安平安，看到他就很多平安。感謝主，我這個穩定來稍跟大家來分享新的話。今天是小牧師去做追思禮拜，所以邀請我來對他代替他來講道。感謝主，真的感恩啊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，就是講到這個絕望啊，绝望变得五望，吼、哦，绝望变得五望。人的人生有时真的是行到绝望。第31年，我人生行到绝望的时阵，我来到教会，我听到主的声音。
主乎我伫即个绝望内面，乎我有盼望。当我听到主的声音，我知影这位神是有真有活，我就将我的生命奉献乎伊。所以安尼，这三十几年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无离开。吼、哦，所以无论你今日所拄的是甚物问题，可能大，可能小，可能你面对绝望的问题，可能你面对婚姻、事业、家里问题，身体勇敢的问题，特别今日神要跟咱讲话，互咱伫即个无论伫艰苦当中，伫即个绝望当中，咱犹原有盼望。阿门。因为耶稣就是咱的盼望，耶稣来是要互咱得到生命，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。哦，耶稣来毋是互咱无得得到生命呀，即个生命是丰盛的。即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会使真侪别人的祝福，甲叫做丰盛。阿门。哦，正如圣经所讲的福杯满溢吼，让你要受上帝的祝福，上帝接到咱的祝福周围的人。阿门。哦，所以咱的人生就是有盼望。所以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即个信息，就是讲到第马可因第五章25-34节吼，讲到一个。有这个血流的妇人人来找耶稣，吼、哦，伊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伊知影耶稣的医病，所以当耶稣在人当中行过的时阵，伊来问耶稣，吼、哦，伊一个摸到耶稣时阵，耶稣会感觉身躯有一个灵力出去。这个妇人人是老妇人，一个摸耶稣时阵，伊这个血流的疾病就得到医治，所以咱的主是真了 power 的。阿们，咱个主是有能力的，跟你必须人讲，咱个主能力的，哦，所以头要摇起来，哦，咱个做只有能力的信徒、基督徒，因为耶稣按照款的能力，咱会使有亲像耶稣安尼款的来服侍，因为耶稣的内面的圣灵，甲调望咱内面的圣灵是相像的，阿们，哦，所以这个妇人来摸耶稣，耶稣身躯有这个能力传出去时阵。这个妇人人，伊的血流就停了，伊的病就得了医治。了后耶稣讲，倒一嘴来摸我嘞，吼、哦，解释，待等于较等下甲咱解释吼。耶稣会知影倒一嘴摸伊，特别耶稣爱这个妇人人家己承认。那信心是甚物呢？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讲的话，信心就是爱承认耶稣是神的囝。吼、哦，所以你就要承认讲我是神的囝，你就要承认圣灵在我内面。哦，你就要承认上帝的恩典、恩赐，叫做耶稣拢总收束予人。所以，这妇人人当伊承认时阵咧，耶稣来讲，讲什么咧？查某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会回去吧。哦，所以这个信真正重要，你还记无？这个信三十一年前，这个信予我行入这个信心的道路。这个心让人行去天堂，这个心让人在这地上时阵有苦难、有困难，人会才得胜，因为人的心是建立在耶稣里面。阿们、哦、所以咱三个来祈祷，咱求圣灵家己来温过伊卑微的仆人，透过伊的话来向人讲话，让人明白神的真理，和这个真理让人的生命得到能力，并且人的生命要成为真正做人的祝福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哈利路亚。特别兄弟，我们敬拜俄罗斯，感谢耶稣的恩惠，感谢圣灵你的恩膏感动，甲阮同在。求圣灵拍开阮属灵的目睭、耳孔、甲灵窍，互阮听到主你家的话，叫做神的话、神的灵来充满阮人，互阮的生命得力更强，阮的生命多出上帝你要手术有这个能力来服侍，真侪更加侪人的祝福。抓将以下的时间来交托，愿圣灵恩膏。使用你卑微的仆人，你看你基督靠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所以咱看咱人生有时会拄着绝望，吼，人生会拄着绝望啊。感谢主，我就是在人生绝望时阵，我拄着主，吼，拄着主时阵，我就知影这位耶稣是真的神，我就将我的性命来奉献给主。哦，三十一年前，感谢主。所以今日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你的人生会使无绝望，阿门。因为耶稣就是咱的盼望，耶稣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甲生命。信耶稣，你有道路；信耶稣，你有真理；信耶稣，你有活命。阿门。哈、哦，所以讲这个妇人人啊，生了这个病吼，所以
十二年吼，即、這个血流，所以真正是无简单吼，这是查某人的病啦。OK， 然后咧，伊在医生的手中受了真正侪的苦，也开了真侪镭吼，而且伊的病无得到医治。OK， 无得到医治，所以咱来看了，这个病是叫什么病咧？吼，在圣经记载，即、這个血流就是啊，那查某在即个经期哦，来即、這个啊，所讲是月经啦。搁直直流血吼，这个就是叫做漏症，是无洁净的。所以咱看到咱的主是真正爱人，无论你无洁净，你甲我无信主以前，咱拢总是无洁净的。当咱信耶稣时阵，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咱时阵，咱在耶稣内面咱是圣洁的。阿门。所以你甲你彼此弟兄姊妹讲，我是圣洁的。哦，爱知影你是圣洁，还是你无圣洁？你安怎得救？你的圣洁不是讲你的行为，你做甚物？你的圣洁是因为你信耶稣，你信耶稣，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你。你信耶稣，你就圣洁了。阿门。哦，所以这个血流的这个妇人，因为流这个十二年这个病吼，啊，无得到医治，而且伊是真正真正痛苦哦。伊本未使跟人讲，伊讲诶，歹势我流血，未使嘛哦。你去跟人讲，哎呦，你别安尼流血，你闪无你垃圾，哦，好，所以有诶话吼，咱未使跟人讲对无？哦，咱福建人啦，大部人本事啦，有时真侪话未使跟人讲哦。人讲英雄有泪不轻弹呐，啊，流血不流泪啊，好，啊，咱无办法跟人讲，咱有时咧找耶稣吼，耶稣啊，啊，耶稣头面前流目屎就好了啦，啊，什么时阵咱来个耶稣面前，咱甚至咱轮流，咱需要伊耶稣的灵充满，搁一摆可能轮流。阿门。哈、哦，所以咱看伊这个病哈，伊在这个医生的手中受了真正罪的苦，哦，可能吃药，可能开刀，可能这边那边哦，所以受了真正罪苦，受苦会好不要紧，受苦搁袂好哈。然后什么呢？啊，开了伊所有的啦，伊所有。金钱拢总啊，开帮伊即个看老君的用啊，诶开销吼，并且呢，伊的病一点阁无好，并且阁较重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头一点，伊是血流，予人看到是无洁净；第二点，在医生的手中受尽罪苦；第三点呢，伊累无了啦。而且讲即个是更加绝望，伊只有一条路是啥物呢？等死尔。所以咱人生有时更加无路行，你知影无？当咱无路行时阵，感谢主耶稣是咱的路。阿门。当这个摩西啊脱离啊脱离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时阵，行无路，红海无路。感谢主，主地道，主地道路，道路就有路。阿门。主为摩西开这个红海，摩西行过去。咱的人生不是安尼款，真侪摆咱较侪信主吼，无讲大家啦。啊，有诶，新主就是人生路绝路时阵来找耶稣吼，突然间耶稣为伊开一条路。有人讲生理失败，来个信耶稣，耶稣开一条路，伊生理路上帝祝福吼。有一滴婚姻爱离婚时阵咧，来个主面前，主为伊开一条路，夫妻的关系好起来。所以咱会祝福无？啊，所以有问题咧，找谁？啊，先找耶稣吼 ，OK 哈，来祈祷来亲近伊吼，因为耶稣。伊要帮助人，耶稣爱人，吼、哦！伊上帝爱人，将耶稣赐予人，上帝有甚物物件无予人呢？哦，所以有问题，咱来找主，主要医治人，要予人心灵体拢健康，要兴盛。咱继续来看，你这个作梦的行动，吼、哦，这作梦的行动，一个人在作梦时阵有几个行动？一个行动可能就是自杀啦，一个行动就是起笑，哈、哦！所以我想我当年，还是讲我有两个行动的可能，不是精神崩溃去笑，另外一个就是走绝路，因为绝望无路通行。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妇人人听到耶稣的代志，所以听到动摇无，哈、哦，所以最最传道哈，啊，咱们讲咱年纪大无办法传，你传。你照讲，哈，福音是上帝的恩膏，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灵力，你所做的只要传，圣灵跟你做工，啊，当我伫少年时阵，我去找我的二姐吼，逐摆常常甲我洗面啊、洗烧啦，人因为少年嘛爱洗嘛，我的二姐逐摆甲我洗面时阵，直直讲耶稣、耶稣、耶稣，我稍有听无，有啊，听过咯，听了过去，听了无入啊，啊，所以。
我这二十四小时讲耶稣耶稣，哎，我无当了一回事啦。感谢主，当我人生在绝路时阵，我想起我二姐话讲，耶稣会使救我，耶稣会使救我，就是因为安尼看，我得对我二姐来个教会，我听到神的话，感谢主，耶稣拯救了我。阿门。所以在我绝望的时阵，我对了耶稣，我人生有一个道路，因为耶稣是我的道路，耶稣是我活着的盼望。所以今日我活着有这个快乐吼，有 power， 安怎呢？因为耶稣给我有盼望，阿们、哦、所以听见耶稣的话，所以听真重要。所以你无跟人讲，人冇有机会听，所以你就要讲，阿们。应该讲时阵讲，无应该讲吼，莫乌白讲啦。好、哦，应该讲啊，做旧人的话，班长人的话，侪侪讲不要紧吼，祝福人的话，侪侪讲。所以咱做阿公阿妈，咱要家里孙讲耶稣，阿们。做父母的要家己囝讲耶稣，做生意的要家己的做生意的朋友讲耶稣，读册的因要伫学校讲耶稣。阿门。你讲耶稣，有时你讲耶稣，人会惊你咧。啊，有阵有时你去时阵，我讲耶稣过来了，你别担心，你早讲哈。因为神的灵、神的灵，家己会做工。这个人当伊一工拄到代志时阵，伊会想到你所讲的话。耶稣是盼望。阿门。所以听见耶稣的话吼，就对后头过来吼，在人的当中，伊来摸耶稣。然后伊讲咧，我只摸伊的衫，就要得到痊愈啊，得到医治。所以信心真重要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听到神的道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讲，我相信我耶稣会医治我。信心是啥物咧？信心是一个行动，伊来摸耶稣。所以伊一个摸时阵，灵力就对耶稣传到身躯顶，伊就得到医治。简单无？会无？哈、啊，真简单。特别你就要有信心。阿门。哦，因为信心，让你得到医治；信心，让你得到灵魂的拯救。亲像咱个姊妹都天当天家吼，特别伊的信心，伊即阵甲耶稣永远同在。阿门。信心，让你解放刀，对无？因为你信耶稣嘛，你对主有信心，所以你来个刀。OK， 我有信心，我来刀来服侍恁人。所以耶稣讲什么？耶意思讲，我只摸伊的衫，就是因为有信心。伊讲我摸时阵，我就会得到医治。所以你要对家己讲吼，主啊，我来家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我凭信心，我今日要来摸你。吼，在心灵内面，在灵内面，我摸你。今日我摸到你时阵，我疾病要得到医治，我软弱要得到更强，我亚信时阵，我要得到困难。因为你第时摸耶稣时阵，你第时就灵力。阿门。哦、所以就感觉什么呢？感觉伊身躯顶的这个血流吼，源头就停了。伊就感觉伊身躯顶的疾病已经好了。啊，不是讲摸了耶稣，伊明仔较好，马上摸马上好。阿门。所以按照这圣经要记载，这个妇人人因为伊的信心实在真大，所以今日你来教会哈，你要带信心来。你来教会，你来敬拜俄罗斯尊。当你手在俄罗做时阵，你讲主啊，我俄罗你，我手要摸着你。你的恩典接着我来摸着你时阵，你领教我。当你听到时阵说主啊，我伫听到时阵，你的话领教我，你的话摸着我。阿门。所以你来个教会吼，你唔是空空来，你就是啊巴巴的来吼，比较巴巴的等啊哦。你知巴个一个一个骨头巴的人怎，你知影无？会怕饿啊！啊，没听我，所以你伫树林内面啊，你就爱怕饿。你甲必须咧讲，树林爱怕饿啊，按照怕饿，因为你食煮的话，骨头扒了吼，你饿啊啊啊！饿就是讲你别去甲人讲新的话啦，阿门哈。所以你听到都不但你得着哈，你领受了，你回去甲你囝、甲你孙讲啊。古早我教堂一个师傅，每一摆我分享了吼，回去甲伊孙讲多。啊，所以我做牧师，伊做传道，啊，伊传道给伊的孙，啊，所以伊该讲一摆吼，啊，我听了一摆，该讲一摆，所以伊领受的神的话搁较侪，哦 ，OK， 咱继续来看哈，所以叫做信心，叫做行动，真正重要，因为雅各书跟人讲什么呢？雅各书跟人讲，身体无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也是死的，所以信心要多出行为。
阿们。所以因为伊信心，伊多出这个行为，伊来摸耶稣，阿是有信心，伊无行为讲，哎呀，耶稣的医病吼，啊，我得出困啊，耶稣医病，耶稣医治我啦，医，伊就医无，哎喂，喂。伊按怎着伊咧？因为伊信心产生这个行动，伊来摸耶稣，这个摸时阵，伊就医治了。所以其吼信心爱有行动，我交你来讲来，信心爱有行动吼。所以咱老人家，咱少年纪大个吼，你会知影上帝会使用咱每一个人，咱年纪虽然大，你会惊你孙啊，你厝内人有鼻疼，你医院给按手祈祷，你凭着信心给按手祈祷，上帝本使接到你来医治人。阿门。哦，啊是你出来迄只狗吼，啊是发烧，你本身个按手祈祷未？会使无？会啦，莫来袂吼，因为上帝应着咱。我记古早我人个弟兄伫中国传福音服侍吼，伊所饲个迄个猪啊，看病安怎款？伊倒也无兽医啦，安怎按手祈祷咯？啊，按手祈祷猪稳好起来。阿门。啊，这都是信心嘛。你要凭着信心，凡事你要借着信心，因为上帝应允咱讲手按病人，病要得到医治，你要凭信心该按手吼。每一个人做会使用的吼，是咱借着信心，上帝灵甲你做工。OK， 所以伊安怎摸耶稣咧？伊毋是摸耶稣的身躯顶摸耶稣头，毋是，伊摸耶稣的什么咧？伊摸耶稣的什么？啊，安尼看你啊啦，看到无？安尼看你啊，阮得到医治啦。你看咱的耶稣跑了无？有灵力无？啊，那个耶稣安尼有灵力吼，伊安怎安尼看摸哩吼？伊无去摸耶稣，因为人过侪嘛。耶稣有这个衣裳坠子吼，衣裳坠子哦，伊摸迄条线哩，安尼看一个摸滴着了。所以有人讲信心嘛，亲像一个开坎吼，你的手吼放在伊电的电头啦，哦，你迄个开坎你去开一下，滴嘞，你讲安怎喊？你讲你着电无？哎不，啊，准备听了唔通真嘞，转去试吼。OK， 你手放入去，你手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讲你开坎，你动入去时阵，你就电了。这个就是信心。阿门。所以信心支持上帝的意志，信心支持上帝的丰盛的恩典，信心互人活了得胜。所以信心是你家的心，甲主连到一处。阿门。哦。OK 啊，回去不能手放哦 ，OK 啊，这是一个信仰啦吼。所以听到耶稣的代志吼，伊就来摸耶稣。所以使予人看什么呢？伊安怎有信心来摸耶稣，是因为伊听见。对我来讲，听见来是两三听见哦。伊安怎听见？因为有人解传呐。所以今次安怎你信耶稣？安怎你信？因为你听见。阿门。好，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讲什么呢？信道是对听道来，哦，听道是对基督的话来，哈、哦，这个信道的原文是信心，信心是听道来，所以你要按照信心呢，听道。阿门。你无讲哦，我无敬拜主，无听道，我有信心。无，你就要听道，因为这个道是对道路来的，这个道是对基督的话来，基督就是迄个受膏者。就是耶稣受上帝叫了圣灵来温膏迄位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受膏的。耶稣受膏，伊所讲的话，人听的时阵，人就会产生信心。亲像你今日来教会，你听道，听了道，你有信心。阿门。你别讲听了道，听了头刺刺吼，刚才我老师所讲，眼湿湿，头耷耷，太多眼睛唔识眨。未，你别讲听了道啊，哦，这个道啊，哇，好听哦，听了头刺刺，安尼行出去。哎喂，未，你听到多，你的头顶就举起来，比较啪啊，有灵力。阿妹无？哦，所以你不但听到多有灵力，我讲多本有灵力啦。因为当我在讲多时阵，我家己内面在弱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我来时阵，我想，唔知爱情是假嘛？因为主讲内面主弱，因为上帝都是有灵力的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听到是对信道是听到来，就是信心是对听到来，而且咧。啊！你看，伊讲什么呢？伊讲我摸耶稣的衫就衣衫啦，就好了，就是衣衫坠子吼，一条索呢吼。所以你莫讲一条索，一条电索悠悠吼，你摸会死啊！你讲，所以不要开玩笑哈。啊，一条索
啊，那凭信心去条数就是耶稣的灵力哈，透过这条数灵力出去时阵，伊就得到一体。好 ，OK， 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这个心发出来。安怎呢？因为伊的心的果效是讲，伊的心相信讲，他讲耶稣的一边，耶稣会叫世人好啊。伊的信心，伊的信心在想讲，安尼款啊，我来摸伊，我应该得到一体。所以伊的心，伊心的果效由伊的心发出来，就是讲，伊认为耶稣的一体的时阵，伊就这个行动，伊来摸耶稣。阿们，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。所以正人，你看，当这个妇人人来摸了耶稣哦，伊的病得了医治。我相信圣经的记载哦，当这个妇人人来摸了耶稣得了医治哦，真侪人听到这个消息时阵讲，哇，原来摸耶稣会使得了医治。所以耶稣去到倒落，真侪人来摸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看，耶稣当伊在传福音时阵，真侪人来摸伊，因为呢。有灵力对伊身躯顶发出来医好伊人，哦，啊，是我甲你讲哦，真侪人摸我吼，会滴了一滴，我来个 story 在摸我袂，啊，开玩笑哈，啊，安怎呢？因为耶稣有这个灵力，温过伫身躯顶，所以这妇人人、血肉妇人摸了耶稣滴了一滴，真侪人听到耶稣所行代志吼，所以耶稣无论去倒落，大家来摸伊，所以你莫歹势讲，歹势啦，伊是神。我可以摸他嗎？可以嗎？他是這樣生氣，這樣攻擊，哇，這樣看，完全來摸他，可以摸嗎？可以啦，在那裡嗎？因為耶穌愛人，上帝屬於人的信心，人的信心讓上帝歡喜，因為人有信心，上帝要收束有信心的人，阿門。所以你有信心，你來摸耶穌的時候，你就要得到一點。所以這班人攏總來摸耶穌，攏總是有信心的。今日你来爱摸耶稣麦，阿麦爱摸耶稣是摸我，摸耶稣啦哈。安怎摸？可能会多年，你能安怎来摸耶稣？真简单呀，啊 ，OK。所以你看，那继续来看哈，耶稣和人摸，一领了出去，真侪人滴滴。你知影耶稣是真正慈爱，耶稣不但和人摸，耶稣不摸人，你知影无？啊 ，OK。你看，有一个泰国来找耶稣。伊甲耶稣讲啥物？耶稣也是你愿意吼，你来接近我。耶稣讲啥物？耶稣无讲啥物，耶稣用手来摸伊。你阿知无？上帝伊伫咱的这个魂吼，伊伫咱的这个肉体健康，上帝本伊伫咱的魂，你知影无？因为古早咱经历可能心灵受了创伤，可能在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在爱的关系时阵，在人父母放下你，在这个心灵中受到创伤哦。特别上帝来，伊不但要来医治咱的肉体，伊本要来医治咱的心灵。阿门。按怎讲呢？因为这个麻风病人哦，亲像这血肉夫人所讲，麻风的病人哦，当时呢，伊人这泰国的人，伊人都要徛帮这个城外。哦，而且伊拄到人时阵，伊就讲啥物？泰国来了啊！泰国来了啊！笑嘛！所以你看，做滴泰国人已经够可怜了，伊个都袂跟人讲泰国来，你就笑嘛！今日也从教会有一个弟兄起来讲，我是泰国的，我是泰国的，你安怎办？你安怎办？笑嘛！唔是，你来讲泰国哈，来，我请你去领国币，阿门。真呀无，啊，当然话唔是真个皮肤太高啦，伊个性命可能太高，拄着真侪困难无路行吼，麻烦你拄着伊，你看着伊讲，来，我请你啉咖啡，阿门，啊，了后将耶稣传予伊，也是有需要的咖啡店，该祈祷不要紧，感觉该祈祷，我传福音就是安尼款的，有需要我马上该祈祷，免留明仔马上祈祷，上帝领个你做工，哦，所以耶稣即个太高来，哦。伊来耶求耶稣来医治你，耶稣不但来医治你，耶稣佫摸伊，安怎呢？耶稣佮伊讲，佮伊知影讲，虽然你太高，特别我爱你。咱个性命本是呢款，古早个我性命本是太高个，特别耶稣爱我。当我伫面对困难时阵，耶稣一句话伫我心灵讲：任何人离开你，我无离开你。哇！我感受到上帝爱是安尼真，我从来无感受到这个爱，这个爱。在心灵里面的感受，哇！我听到那句话，我哭啊！
哇，真的是男人有泪不轻弹的。跟你讲，你信了主哦，目屎真贵，流目屎啦，对无平安啊？安怎呢？因为耶稣的慈爱来触摸人，耶稣医治人的病，耶稣医治人心灵的创伤。所以耶稣好无？耶稣爱你无？啊，你爱摸耶稣麦？你爱和耶稣摸麦？阿门！所以就结束祈祷了啦。啊，所以主实在真好哈。咱继续来看来。当有这个信心时阵呢，这个信心会高效咧，伊的血流就停了吼，伊就感觉伊身躯顶会疾病好了吼。所以信心定系有果效的，信心有行动，信心定系会带来这个果效。OK， 所以你看，耶稣感觉有这个能力对有身躯顶出来吼，伊讲啊，多一嘴摸我，其实耶稣知影有人来摸伊啦。耶稣按照讲，都是谁来摸我？耶稣就是爱这位妇人，人家己来承认，啊！所以耶稣要人承认什么？人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，耶稣在别人面前本承认人。所以人别因为做基督徒的见效，知影无？在人面前要承认耶稣，我是基督徒。阿门。哦，在我好食饭，敢敢基督？哦，有人食饭是安怎呢？有人食饭伊累积去加啦无？你要知哦，因家祈祷，家人看祈祷，你自己加来就切落去哦。主啊，祝福都顶个上面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啊，你个放起来，人买你款，明白无？爱祈祷，敢加祈祷，对我讲来，敢加祈祷，哦，敢加祈祷。人买因为做基督徒来见效，因为人应该做基督徒来荣耀，荣耀主的名。哦，人既然安尼无好，上帝既然将恩惠赐予人。哦 ，OK， 所以感觉有这个。啊，有人来摸伊吼，对伊这灵啦，对身躯顶出去，了咧，这福音人就承认讲，伊来摸这个耶稣。所以我要予你看这个经文吼，啊，有这个灵啦，对有身躯顶出去，安怎呢？因为耶稣是圣灵所恩膏，耶稣内面有充满圣灵的灵力吼，所以耶稣是100%的神，耶稣是100%的人，所以耶稣医治赶鬼是靠了什么呢？是靠了圣灵，阿门。是靠了圣灵，所以圣灵是按照运行呢。当人信徒做信主时阵，你未讲出新的话，新的话一个出去，圣灵做工。阿门。因为圣灵是伫一个内里面运行的，所以新的话出去时阵，新的灵做工。亲像我甲你讲道时阵吼，讲新的话，当我伫讲时阵，圣灵伫你个身躯顶做工。阿门。哦，所以伊身躯顶是充满这个圣灵的温膏甲灵力，所以这个灵该安怎出去呢？安怎要得到呢？彼此人就要有信心，有信心你就对耶稣身躯顶这个灵力你该吸过去吼，亲像人讲的吸星大法 ，zoom 该吸过来。OK， 看到人要有吸星大法，那吸耶稣的温点，吸耶稣的一点，吸耶稣的脚吸落来，安怎吸呢？信心，明白无？所以信心。重要哦，哦 ，OK， 那我你看这经文哈，我咧讲，因为耶稣有圣灵的恩膏哈，所以圣经讲神的灵来膏耶稣，耶稣传福音、医病、哈赶鬼，完全是靠着圣灵。因为耶稣讲什么？我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人。哦，今日你跟我们相像，让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圣灵做工；让奉耶稣名为人按手祈祷，这人第一滴圣灵做工。阿门。来，让你看一经文哈。在圣经记载，以利沙，以利沙古约的先知，伊是以利亚的双倍的温哥。以利亚倍的神迹，伊行了啊16个神迹哈，是以利亚的加倍的温哥。特别伊拄到一个疾病死吼，特别安怎伊拄到疾病死，我唔知影，就要问耶稣啦，吼，因为上帝会旨意讲伊时间到了，所以当伊死时阵，当时有人伫当埋葬这个人吼，啊，你知影讲古早伊以色列人的坟墓是一个坑内面吼，当耶稣死时阵是放伫一个坑，伊的坑内面有的是放一个尸体，有的是放两个吼，所以有的坑可能放一个伊也无盖起来啦，所以伊的坑的尸体。啊！你看会到，接触会到的。所以当时这个小弟来攻击的时阵呢，因人在埋葬这个死人时阵呢，因人一时间中吼，将这个死人安尼个难掀，这个掀呢，掀到倒落来，掀到伊丽莎的身躯顶。这个身躯顶一个摸时阵呢，这个死人活起来，怕无？
你看一个人死了，伊这个温锅锅会在身躯顶。你看是无？当你敲棒这个讲台的时阵，这个讲台咱是想讲道，是想敬拜阿罗，这个地方有上帝温锅，明白无？哦，这个、地方有上帝的温锅，因为这个讲台有上帝的灵的温件。所以话，当伊这个尸体一个摸出了这个伊丽莎吼，这个、死人本活起来。所以，何你知影这个温锅是啥物咧？这个尸体耶稣身躯顶有这个神的灵的温锅时阵，人一个摸时阵，这个灵力就对伊身躯顶出现。所以你要爱有这温锅麦，阿麦啊，你要有这温锅，你就要让圣灵充满。啊，圣灵充满，就是用方言吼来祈祷来。build up， 来，和你内面 build up 这个灵力吼，当你咧服侍时阵，伊灵力甲办法出去。所以我咧讲到咧服侍本时咧，看我用这时间不但是备办这个时阵来讲到备办时间，规日主面前用方言祈祷来召集我里面灵的力量。阿门。哦，我要讲一个见证，就是我有捌一个姊妹，伊是做老师的，咧伊捌一个中国的姊妹吼，伊带领一个中国的姊妹来。来信主了后，这个姊妹甲这个中国的姊妹吼，这个、中国姊妹是无落信主啦。当年伊去中国一个地方叫做故宫吼，中国一个故宫知影无？卖在伊甲这个姊妹去故宫去旅行去行的时阵，突然间，这个中国姊妹突然间在闭息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在那讲方言。伊讲牧师啊，伊来请问牧师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姐妹刚刚信主，为什么突然间去到故宫那边？她突然间好像。被圣灵充满说方言，我来讲什么呢？我讲，因为古早吼，故宫古早这个皇帝吼是拜是信上帝的，你知影无？早时有的王啊是皇帝是信耶稣的，所以伊人得到敬拜上帝，上帝的恩果搁在迄顶，所以伊姊妹一个去时阵呢，突然间伊灵高悬在身躯顶，伊讲方言出来，所以伊姊妹来问我，伊讲为什么这样？我讲。这个我相信是古早这个故宫吼，这个皇帝敬拜上帝的，这皇帝是死了所，所以伊这个温锅在迄顶，所以这个人去时阵，和这个温锅这灵充满伊，所以伊讲出方言。阿门。所以属灵的物件，你要用属灵圣经属灵的真理来解释，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，今日犹原这代志本是发生，吼。所以你看保罗在传道时阵，伊的围裙啊，会使医病光鬼。彼得的影时阵，伊影人经过伊鬼门赶出去，为是甚物咧？是温哥。阿门。特别你袂使去恶人啦。哦，可能我今天三号哩，甲你砍，安怎砍无才讲，明白无？所以袂使隔壁 ，OK？ 啊，因为上帝和因人的时阵，会温哥无相。特别上帝今日温哥是甚物？叫做伊的话，叫做伊的圣灵来做工，叫做咱的信心，让使领受上帝温哥伊的祝福，连加收，让每一个人。阿门。所以继续来看吼，啊，耶稣按照有灵力的圣经讲什么呢？当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路加福音五章第十七节什么呢？因为主的灵力加耶稣同在，对我来读来，主的灵力加耶稣同在，何以会使医病医治病人？安怎呢？因为神的灵力吼加同在，并且使徒行传十章三八节，当彼得在传福音时阵呢，伊讲什么？耶稣按照有这灵力呢？耶稣呢是借着圣灵，神是借着圣灵加灵力来高拉撒勒人耶稣哦，高看了无？高哦，当时个食真有高吗？哦，高较好食哈、哦、啊！今下是不？你教我本有高啦，阿门。咱有圣灵的果在里面，吼，伊果愈大吼，伊灵力就愈大。所以你看，当耶稣上帝借着圣灵加灵力来果耶稣咧，伊果了了后咧，耶稣会使医病赶鬼，吼，和这个受压制的人离开。阿门。所以上帝这个恩果，今日又完在咱的身躯顶。阿门。那不但圣耶稣圣灵徛帮咱内面，让圣耶稣让需要圣灵来充满，圣灵来温过咱，让咱在服侍时阵有灵力。OK， 好，来，咱继续来看，所讲什么呢？啊，众人啊拥挤哦，耶稣问道讲啊，众人看到你，耶稣问多一嘴咧，多一嘴摸我咧，哦，所以
这个妇人人知影伫耶稣身躯顶所做的代志咧，伊就站起来到耶稣面前，就承认伊所做的。因为耶稣是无所不能嘛，耶稣虽然是完全的神、完全的人，但比耶稣有圣灵、有神的话该同在，所以耶稣真侪代志也知影，上帝借着灵和耶稣知影。阿门。亲像当今上帝安怎让人知影呢？是要借着圣经、借着圣灵来让人知影神的话、神的启示、神的引导是安怎样。所以你有问题哦，读圣经，最最明白真理哈，真理要来引导你行头前的道路。OK。明白无？所以你看，当耶稣问彼得讲：“彼得，你爱我无？”耶稣讲什么？彼得讲什么？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所以主是无所不知的。阿门。知影无？所以有人有时来教会无来吼，伊牧师就敲电话问伊讲：“安怎你无来？”伊讲：“牧师啊，我老塞啊。”其实伊无想爱来真闲啦。所以你卖讲骗话。阿门。吼，当你讲了老塞，可能一万年就去老了。哈，唔系讲骗你，我搞回忆，我教导人想，啊，我你今日讲感觉真心，无想来，不要紧啦 ，off one day 啦，下礼拜再来，无需要讲骗话 ，OK， 因为咱做什么，咱讲什么，主拢总在，阿门哈，主所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上帝什么都会使，因为伊是全能的，所以这妇人就承认咯，承认讲啊，伊来摸耶稣哈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就对作梦变了有五梦，安怎对作梦变了有五梦呢？因为伊的信心。安怎伊的信心会回得了伊滴呢？因为伊的信心产生这个行动，伊来摸耶稣。安怎伊摸耶稣会得了伊滴呢？因为伊的信心将耶稣身躯顶的灵力吸过来，而且伊变完全好起来。所以信心。真正重要，所以耶稣对伊讲什么呢？耶稣对伊讲：“查某囝啊，你的神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”伊的侧边就滴了一滴。哦，到尾后，咱看几个经文，就是讲圣经记载讲你的神救了你。OK， 头一个经文就是讲在这个洗路夫人的身骨顶，伊承认伊来摸耶稣时阵，耶稣会讲什么？你的神，你的神救了你。所以你有信，你就平安。阿门。你有信，你就平安。你有信，就有什么呢？你就会看到神迹哈。信带来平安，并且呢，伊的疾病拢总好起来。阿门。所以耶稣讲，这世上有苦难，地内面有平安。听下知无？无论如何，你就要活帮助内面，你就要用信心来活可以，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内面的。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里面。阿们。第二个你神救了你呢，就是一个巴蒂买痴迷来找耶稣。所以痴迷来找耶稣，说大卫的子孙啊，来拯救我。耶稣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痴迷说什么？我没看见。耶稣就说呢，你的神救了你。所以因为神也痴迷滴了一滴。所以信心动摇无？你都要有信心，你的信心，让你十面对一地，你的信心，让你家庭蒙福，你的信心，让你的子孙来信耶稣，你的信心，你要看到神迹，耶稣在你的心，在家庭，在你的生命中，要来发生。OK， 你的信心，你的神救了你，这奇迹就看见。阿门。所以你的神有救了你无？有无？你神救了你，因为你的灵魂得到得救。你神救了你，亲像咱的姊妹，当今在天堂，甲耶稣永远的同在。所以，这个就是咱的信心嘛。虽然看未到，但比咱知影这是真的。按照圣经的启示的记载，按照咱的内面有圣灵来甲咱印证，这个拢总是真的。OK， 然后呢，有一个有罪的妇人来找耶稣哈，所以信心。罪滴到下面，甲咱的信心本是真正大个关系。你认罪无办法，互你滴到救恩。真侪认罪的人吼，当今得奖励啦。
明白无？你认罪无办法，可你得到救恩。无论你有信心，你信了耶稣时阵，圣灵徛帮你内面，和你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家己责备家己时阵，当你信耶稣时阵，你看到你家己有罪时阵，你自然会认罪。认罪毋是白的，明白无？早时人是传福音讲，哇！你犯罪，你是一个罪人吼。人一日听吼，你一日讲人罪人，你一认罪悔改，人的门心门就砍了，莫去定人的罪。明白无？当伊这个人来信耶稣、明白耶稣时阵，圣灵的灵在伊内面时阵，伊就看到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自然伊会认罪。阿门，无阿门。吼、哦，诶、okay ，当撒该拄到耶稣时阵，撒该讲我是罪人，我将我欠欠人的，我付伊四倍。当亚啊彼得拄到耶稣时阵，彼得讲什么？讲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当我信耶稣时阵吼。新的灵一日入来，我发觉到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从来无感觉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当圣灵一日入来，我认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自然会甲主来认罪悔改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你认罪悔改无办法，互你得到救恩，是因为你信耶稣，你才办法得到这个救恩。你只信耶稣，你也是有亏欠上帝、亏欠人时阵，你家己自然会伫主面前来认罪悔改。这个就是福音。阿们哦，福音是一日去讲定罪，哇！你这个未使，那个未使，不是不是。福音就是讲主要来他帮人，让人在这困乏里面得到自由，得到恩望。OK， 所以这福音人有罪来找耶稣哈，啊，伊用目屎来帮耶稣的脚哈，哦，用这个膏油来抹耶稣的脚，用嘴来浸耶稣的脚，用头毛来擦你的脚哈。哇，这个是做啊真正啊，人所讲的做啊真正。但无歹听个，一撮个真正写书的款呐。特别伊这是谦卑的行为，安怎呢？伊这个认罪悔改的行为呢？耶稣讲什么？耶稣讲，你的神救了你，因为神会多出这个认罪悔改的行动。阿门。哦，所以每一个信的人，你会记吼，每一个信的人在耶稣内面，你无必定做了。阿门。哦，你莫想要耶稣个第六定罪吼，这个定罪唔是对神来，是对魔鬼来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是圣洁的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。在地位上，我们是圣洁。当然在思想、在肉体，有时我们 会做无上帝欢喜的事，会犯罪。特别在灵里面，我们是圣洁的。对我来讲，在地里面，我们是圣洁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在灵里面，我是圣洁的。哦，所以圣经说，对神生的呢，未犯罪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对灵里面来生的，叫做圣灵来定头生人。OK， 我们继续来看哈。耶稣伊迄个十个大麻风病的吼，就这个泰国的十个一个转来，这个转来的人是撒玛利亚人，是外邦人来的，啊，伊来耶稣面前来感谢耶稣感恩，耶稣对伊讲什么？起来，你的神救了你，所以伊不但得了医治，伊灵魂不得的拯救，所以你的神救了你，阿门，哦，所以继续看，落尾一个就是。迦南的妇人人吼，伊来找耶稣，所以这个信心真重要。这个信心不但让人得救，咱的信心会让咱厝内的人会变得到医治。你相信无？注意听吼，咱信，咱不但得到上帝医治，因为咱信救了人。咱的信，因为咱的信会影响到咱的厝内人会来信耶稣，咱的信会影响到咱厝内人会变得到医治。阿门。因为有这个。迦南妇人人来找耶稣时阵，因为伊的查某囝被鬼附吼，有这个鼻涕，伊来找耶稣时阵，耶稣讲卖好这个饼啊，拉帮这个脆渣儿吼，拉帮这个涂骹啊，好够食。这个妇人人讲什么呢？伊讲够本食这个桌顶落落的脆渣儿，就是这个妇人人真正谦卑，你当我是够，这个温点我本爱。无论如何，耶稣我爱你的恩典，因为安尼款呢，耶稣讲什么？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你信心是大时阵呢，伊查某囝得出来得了一滴了。阿门。咱的心是超时空的。所以我一个弟兄，伊当年有在做这个中国施工，伊无办法去中国，特别伊在村内面吼，在村内面有人鼻涕，有人被鬼附啊，伊在村内面哦，奉耶稣名，这个鬼离开，迄个地方伊人被鬼附，也鬼魂离开。阿们，你相信无？相不相信？因为咱上帝是超时空、
超空间的，你扫几多，迄搭要成就。百百夫长来找耶稣讲：啊，我一个仆人就即破病吼。啊，耶稣讲我去该安照。你讲即、这个啊，百夫长讲免耶稣，你一句话，我即、这个啊仆人得到医治了。所以伊是咩？因为伊的信心，耶稣讲在以色列，我毋捌看安尼大信心。耶稣讲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出来一个仆人得到医治了。阿门。所以，咱不但要有信心，讲主啊，咱的神救了咱。你也要有信心，你的心，你的家人的病要得到医治。阿门。你的心，你家人要来得到耶稣的拯救，因为你的信心，好因人得到祝福。明白无？所以我要，看到我要锻炼你人吼，凭着信心来望耶稣。你不但要得到，你也要为你的家人来祈祷，和上帝的灵不但这个神，你得救，和你的家人本来得到这个拯救，好无？咱站起来。来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，不能站坐不要紧、哦、来可以站起来，不能站坐 OK。 所以刚才我多年量做一个祈祷、哦、OK。 咱有音乐轻轻的，我需要你人将手放这样，这样是你是上帝祝福，这样是俄罗斯，这样就是要怎样呢？我要你人用着信心来摸着耶稣，将你手安尼放，目睭藏起来。你今日来到主面前，无论你拄到甚物困难，亲像这个血流的妇人，还是你的经济上出了问题，夫妻出问题，身体出问题，甲囝儿之间的问题。拢出问题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来，今日你要来摸耶稣。耶稣在2000年会使医治这个血流妇人，耶稣今日依然会使来医治你，医治你家庭。将你手举起来，你对耶稣讲：耶稣啊，我要来摸你。你将你的问题跟耶稣说，你有什么问题你要来摸耶稣。你把手扛起来，你用你的信心，用你的心灵来向耶稣来说话。来摸耶稣，耶稣啊，我这阵身体软弱有鼻疼，我要来摸你，让你的温哥领到我，让我这边得到医治。主，我经济出了问题，我来摸你，因为你的贫穷要让我得到福祥。主，我身骨顶有鼻疼，我要来摸你，因为你贫穷让我得到医治。主，我婚姻我的家庭有问题，主要来摸你，因为你是和平之君，平安的王。主啊，心灵真正无助，真软弱，我要来摸你，和你温哥来触摸我，好过一摆得到灵力。我要来温，要来摸你，而且是要用信心来摸耶稣。耶稣要对你心灵来向你讲话，耶稣对你心灵要来做神迹奇事，要做奇妙代志，你凭信心来摸伊。来为咱祈祷，哈利路亚！主要说你看到知道你所爱的家里，你的百姓，主啊，伊人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伊人要来摸着你。主啊，有人知影讲，因为信心讨你欢喜，因为你讲，当我有信心时阵，你要手术来寻找你的人，所以你按着我人的底下指纹在你面前。所祈祷的，所交托的，愿耶稣万灵的主，你的灵就来医治伊人，你的灵来充满伊人，你的灵来操帮伊人，你的灵和伊人在你面前用心得力，得到上帝你的恩赐，得到上帝你的恩膏，医治个操帮，将那底下之物完全交托。
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来拍拍拍，你讲上帝。咱来看一个经文，来，我要让做一个来祈祷者，信心的祈祷，短短尔来。放上那个包包一下好吗？来，咱看一个包包，信心的祈祷。好，无要紧，我讲出，咱对我讲出来。主耶稣，我凭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我用心灵来触摸你，求你医治我，叫我身心灵健康，喜乐平安充满我的心灵。我领受医治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今晚要归向上帝，咱今晚时间到咱的时分。感谢主，感谢这黄德兴牧师的分享的勉励。感谢主，恩典之路。
主要说你教人弟兄姊妹凡事恒心，身体勇敢，亲像因人的灵魂恒心一样。愿主要所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感动，永远加阮每一个人同在。阿门！上帝祝福大家。